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非常适合绕境。那今天是台北葫芦寺的观音佛祖跟白沙屯妈祖进香回家的绕境，然后会和他们永镇的四位妈祖，分别是大甲妈、白沙屯妈、麦寮妈，这些从刚刚的社子岛头公园一路走回到葫芦寺那边。那现场的民众非常热情，可以看到非常多在地居民都摆起了香案，这在台北是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画面。王永永天上信庙案情平山敬拜内行，多谢好，多谢好的。先锋官是我们在地的昆天庭中坛元帅。又有一个神交宗教碟，全部人都不会玩。回头拜拜，回头拜拜姐哦，头啊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日的主角之一白沙屯妈祖，然后后面就是我们观音佛祖。前面就是我们葫芦寺的白沙屯妈祖，跟着佛法一波接着一波，在地居民非常的虔诚。来到是社子的昆天庭，我们在那边等白沙屯妈祖到来。刚刚一路上走过来超级累，等一下就看白沙屯妈祖会不会进来吧。我已经刚刚抓了。
现在头又摔住了。以上就是士林葫芦寺进香回家绕境活动，那我们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继续赶往下一个地方。那我们预告一下，下一个地方就在内湖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